观众朋友们晚上好，我是龙吟。晚上好，我是小龟。今天是公元2011年4月25号星期一，欢迎收看龙吟大乐节目。本期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，本期龙吟大乐的主要内容有龙吟大乐栏目，新闻联播的到底是龙吟大乐还是新闻联播呀？我也乱了。哎，小龟啊，你不是一直对 CCV 很感兴趣吗？今天呢，我就带你去参观一下 CCV 的演播室。快跟上！今天凌晨得奖，中文天下，这就是 CCV 的演播室啊。勒沃库森，看人家主持人那专业素质，排名倒数第三位，但是与降级区外的卡尔斯鲁厄积分持平。这不是我的词吗？他怎么念得这么顺口？这是他11月1号以来首次出战德甲。行，你不是会抢吗？我都给你，都给你行了吧？打破了自2007年3月4号以来的个人德甲进球荒。我勒个去！舅，你有病吧？这段怎么这么长？我擦泪，必须要说些什么呀？啊，谢天谢地，还有条简讯。接下来看一组体育简讯。导播，你他妈也坑爹呀！还不起好呢？你等雷劈了啊！我哈哈哈！导播，你总算替我报仇了。今天是谁负责分台词的？妈的，笑得老子脸都僵了！赶紧写事故报告。报你大爷！不就是扣奖金吗？老娘不要了。反正没我事儿。你呀，爱要不要？要死一块死！出这么大的事儿，谁也跑不了。哼，想得美！台词不是你想抢，想抢就能抢啊！连 CCV 都能出这么大的乱子，我念错几个字还是可以原谅的，是吧？少来这套！你又不是 AV 女主播，能跟人家比吗？老规矩，错一个字啊，扣一个月奖金。龙叔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你怎么能……哎，龙吟，你什么时候给我发过奖金啊？那个，咱们还是先去 CCV 新闻频道看看吧。上面已经人员冷清了，但是你一旦走进唐人街，你就会发现这里摩肩接踵，人流拥挤。导播，快换一个，换一个。随着家用电器的增多，家中的电源插座也越来越多。插座在我们居家生活中必不可少，如果插座安装和使用不当，将会成为导播快进中的安全隐患。一直以来啊，咱们的 CCV 就是以严肃严谨的作风，一丝不挂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来制作节目的，尤其是啊新闻频道的节目，那更是不靠。龙叔，咱没走错门吧？ CCV 什么时候这么开放了？这也太名副其实了吧。我看呢，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。为了体现权威性啊， CCV 经常引经据典，很多节目里啊都会有专家的身影，他们呢代表着权威，代表着专业性。你看，哎，这是一位经济学家，看这气场，看这架势。博士楚浩，楚浩你好。泰国总理阿皮士昨天在节目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他是明确表明哈，这个不解散国会，可以说呢是明确拒绝了红衫军要求和平谈判的条件。那么也听到消息说泰国军方可能会在2天之内动手，要强行的驱散这个示威者，所以你觉得是否有可能真的会爆发新一轮的冲突？从目前形势来看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进一步加大了。那么这包括两个层面，首先是红衫军与政府的矛盾加深。红衫军方面，红衫军领导人昨天表示，他愿意接受议会下议院30天内解散的这么一个局面，而另一方面，红衫军又加强了做武装斗争的准备。政府方面，阿皮什总理阿皮什总理，你说，楚浩。阿皮什总理加紧了分化红衫军的各种手段。那么，首先他宣布，表现出强硬姿态，宣布将进一步加强对这个红衫军的武装围剿。那么另一方面，他又宣布将进行社会改革，消除各种社会的不平等。至于泰国形势将走向何方，我觉得这取决于泰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。那么当前红衫军暴力性增强，政府驱散压力加大。三月份的时候，红衫军就已经开始准备自制武器。四月份的时候，红衫军不仅抢夺了，好的，楚浩，谢谢，谢谢。
早就听说专家坑爹，这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呀。这个芮成钢的应急能力值得我们学习。每一个成功的节目都有一批敬业的记者在前方奋不顾身摸爬滚打。接下来啊，咱们领略一下 CCAV 记者们的风采。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鼎市的市区，那么今天第八张家台风三位解放军在这边福鼎镇路风力实在太强了，我整个人都很疲惫了，能抓住那个树整个人都快崩溃了。那么暴雨从四面八方不断砸到我的脸上，非常的痛，我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。我的天哪，这是记者吗？瞧那暴雨中挺立的窈窕身姿，瞧那风中凌乱的飞扬发丝，再看那销魂夺魄的犀利呐喊，这不是记者，这明明就是咆哮教主灵魂附体啊。是啊，就是这些伟大的记者们让我们体会到了三 D 新闻的强大震撼力。哎，龙叔，怎么这期主题这么囧啊？我们不是应该播新闻吗？哎，不囧就得蛋疼啊，念了好几期的蛋疼新闻你还没念够啊。你看娱乐圈吧，莫少聪、孙兴涉嫌吸毒未捕，据说还牵扯到一位内地巨星。可不是吗？还有浙江 KTV 连牵手这样的歌都禁了，重庆又要求人人学唱36首红歌，牵手不能唱，胖马干反倒上了红歌榜。这个为响应全民学唱红歌的风潮，下面请欣赏龙岩红歌会。首红歌让我一唱到天亮，每天循环播放，歌声多雄壮，唱遍整个山城每条大街和小巷，一人一首套马杆铭记在心上，给我一个标准对于牵手的想象，黑 TV 的金歌坚决不能唱，歌唱伟大的祖国来侵华富思想，我们唱响中国热泪盈眶，山城的汉子你威武雄壮，套马杆的歌声回到我心上，浪接一浪，你的歌声像圣手里志气壮，浙江的妹子我无来遥望，也想和你牵手人家不让唱，有关部门的经常让我很受伤，荡漾的歌声我只能心中藏，唱伟大祖国一定歌词都悠扬，响应号召红歌首首记心上，36首红歌唱醒泥土的汉子，伟大爱国精神永记不忘，红色的憧憬你威武雄壮，
的前途跟和谐一样宽广。红色的思想你在我心上，我愿融化在那红色的浪潮，争取华语的风格大家一起唱，今后的日子像歌曲里一样。红色的憧憬你威武雄壮，嘹亮的歌声像春风一样，百姓拥护的红歌老少来传唱，和谐生活像红歌一样好，稳定的大局牢记在心上，道德的血液充满了你胸膛，号召全世界参与齐声来歌唱，今后的日子和谐又安康。